第三十四题就是陈刚才的三十三题的题组，问我们说我们的过程中重力对垃圾车的作功是多少？我们晓得作功就是要力量成位移，可是力跟位移要互相平行。这题我们的重力是向下的，我们的位移呢是水平的，所以两个互相垂直，所以完全没有平行的地方，所以就说没有作功。所以呢，我们第三十四题问我们说，此过程中重力对垃圾的作功为多少？我们答案选的是 A 0，因为呢，我们的力量跟位移互相垂直，所以它没有作功。